的啊，就是你刚开学的时候，就咱学校不有那本科生吗？看你的眼神都是怎么看？没注意。我太注意到这个点了，我现在都不敢上食堂吃饭呢，他总翻了我。他们不戴那个，他们都戴着口罩，看不到脸。咋看不着呢？看不着脸能看着眼睛，就是人家那本科生嘛，就是下课可能是比咱早，是不是？中午可能有的时候比咱早，他们人就都在那个食堂就等着排队嘛。完、我们也排队，有的时候那就他是那么排的，可能就没看见呗，就挤到那个窗口。我说给我点一盒饭，完了你就听，哟，嘛呀嘛呢？我说点饭呢，排队知道吗？啊。完了，就那种眼神，就那样式看你啊，就。刚开学的时候，小圆我俩在那个学校门口放下课嘛，我搁那抽烟呢，在那抽烟的时候啊，完了小圆就说：“哎，旁边小姑娘长得挺好看的，说你能不能去要个电话号？”我说：“我不去。”我说：“你去吧。”完了哇，嘣就过去了。过去了之后啊，那是你自己不排队。不是，那我没排队，你就可以直接跟我说呗。你说那个，哎，你说我们这排队呢，请你麻烦排下队好吗？不要插队。你这说，你说哪个人能舔个逼脸站那口那嘎达，就说我得先我也不是要死了，就着急吃那口饭。你他上来就给你来个哟，嘛呢嘛呢？你这哟可还行，我真是的。